今天三位女星遇鬼的部分，到底是她诚实的部分，还是她说谎的部分，就让你们来看一下。好，六年前的欢欢正在参与戏剧的拍摄工作，而当时下榻的饭店是由一个废弃的军营所改建，因此设备稍微简陋的点。就在某天收工的晚上，欢欢遇到让她永生难忘的灵异经验。总算是收工了。今天累不累啊？有一点累。我觉得你今天拍不错哎。真的吗？还好啦，其实。巨龙小龙先来了哎。真的耶。玉轩，你怎么在这里？我现在要回去，我爸爸妈妈在等我。你今天应该也累坏了吧？你赶快回去找爸爸妈妈，明天早上可是要一早起来拍哦。叔叔阿姨，拜拜。叔叔，哪一个叔叔啊？应该是说你吧。这么像男人婆。什么嘞？应该说你吧。我这么像男的吗？是。这还好吧。以为小童星认错人的两个人，并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只顾着互相吐槽。但是此时的欢欢并不知道，其实恐怖的事情才正在后面等着他们。好啦，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拍戏啊。等一下，今天陪我睡好不好？有什么好怕的啊？哎呦，就很可怕啊，我怕会发生什么事。你看你这样跟我一起睡，我明天还可以一起去片场哎，拜托你了，拜托。好啦好啦，真啰嗦哎。不习惯在陌生地方睡觉的欢欢恳求助理陪同一起睡觉，两人谈天了一会儿之后，准备要入眠。有了助理的陪伴，欢欢感到安心许多。不过或许是外地异乡的床让他睡得不安稳，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助理早已沉沉的睡去，但是欢欢依然没有任何睡意，在床上不断的翻来覆去。而最后他索性起身，想把助理叫醒陪他聊天。起来陪我聊天啦。睡这么熟，是有这么累哦？拍戏是我，又不是你，在累什么啊？起来啦，起来陪我聊天啦。叫不醒，算了，我去外面透透气好了，看会不会好一点。打开啊，反锁了吗？也没有啊，奇怪，那不是我吗？吓坏的欢欢立刻和助理叙述刚刚看到的灵异现象，他突然想起那位小童星奇怪的话语，而这开不起的门也得到了答案。中国人怕鬼，瑟琳娜更怕鬼。那你刚从头到尾不给我看，我跟你讲，其实很好笑。最恐怖的呢是他的眉毛。对呀，真的好可怕哦。为什么要画的跟宋人？对呀，他们是想要夸张欢欢平常眉毛啊画的比较高，可是画的太高，差点画到头发里面去。对呀，看起来好怪。所以要被吓死也不是欢欢，是欢欢的助理。没错。晚上起床，欢欢好可怕。哇，就是很奇怪，我们去拍戏，每次回去的声音也很恐怖。对，就像这样子，每次啊。你弹那么好听的歌干嘛？没有没有，就是比方说。看到我们两个对不对？他就说，不要去哪里啊？汉宇哥好欢迎姐，
好，然后可能还说了一个 NONO 哥好 ，NONO 哥好，可是根本没有 NONO 哥，对，就每次都没有。那我们就想说，哎呀，一定是小孩子开玩笑的，想说我把我们三个想在一起，对，就不是一次、两次、三次都这样。你说好几次这个状况，好几次了，对，拍戏，因为我们都是我跟我助理一起回去。那你自己看到自己那一段呢？我到最恐怖的是你旁边一看，居然看到朴学亮。不是的，刚刚那是朴学亮，长得像而已，不是朴学亮啊。他干嘛？你们做明星脸啊？没有，新单元啊，很像哎。那部戏刚好有朴学亮，他刚出道的就长那样。你们那时候是不是同公司啊？他们一起的同公司，搞不好是朴学亮会不会？对，小燕姐，对，朴学亮。啊，小燕姐也在啊。这两个可以先离开吗？讨厌！我刚刚没有吓到，我想说，哎，朴学亮出来还好，他突然叫一声，哦，我靠！哎，我跟你讲，葡萄，葡萄是假，刚刚葡萄那么粗勇，他害怕，对呀，他想激起你保护，没有，他真的胆子很小，葡萄超级胆小，而且我现在手都握着我爸给我的护身符，真的，他胆子超小，难怪你爸觉得头好不舒服哦。我在保护你的感觉，没有，这是我爸说我最近有车关，两个礼拜要带这个护身符。那跟看那鬼故事什么关系啊？那我只好跟各位道歉了，对，因为第二个更恐怖。本人很恐怖。九年前的丁小晴接下来一场超自然偶像剧的通告，在拍摄期间，她似乎不断闻到了腐臭的味道，但由于身边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反应，丁小晴也只当作是自己多心而已。小晴，小晴，哎，导演，来，剩几个卡了哈，你专心一点，好，注意力集中一点，好不好？等一下呢，来，你走过来，你看到这个镜子。你看到镜子里面有影像，你吓到，那你吓到之后，然后呢，尖叫，尖叫啊，很恐怖，尖叫，然后呢，东西，买东西来，快点，东西拿着有没有？往镜子那边敲过去，然后破掉，晕倒，懂不懂？好 ，OK， 懂哈，来拿着，来，大家准备哦，来，来来，快点，现场准备来，快点。不想耽误剧组的工作进度，丁小晴认真的揣摩演出的细节，希望拍摄可以一次完成。好了，来来来，快点，来现场准备，来，五、四、三、二。啊！没破。哎，啊？这怎么打不破呢？那很简单嘛，道具，二。带着练习，打破为止。好，好。超笨。等一下，给我，来，我教你哦。这个呢，就这样子直接丢过来，用力丢，一丢就破了，怎么会敲不破呢？这么简单？应该会破的吧？这是镜子吧？对于刚刚镜子没有破碎，丁小晴感到相当的疑惑。但是可怕的事情才正要发生。工作人员的不理会让丁小晴只好忍住害怕继续拍摄演出，但无论他怎么丢怎么砸，镜子就像是有一层保护膜一般，怎么样打都打不破。来，快点从刚刚的地方接啊，小晴，可以哈，加油，来准备，好嘞，五四三二。OK， 谢谢。哦，好，谢谢。好，成功，成功。导演，我刚才没有叫哦。你刚刚没有叫？我没有叫就倒下了。我太紧张，我没有叫你就倒下了。他刚有叫吗？有啊有啊，导演他有叫，你有听到啊？什么都不要说，来，大家收工。导演怪异的眼神似乎透露了一切，而众人也马上开始收集东西离开现场，而当时一直敲不破的玻璃似乎也在此时有了答案。最后 Selina 怎么站在镜子前还讲别人？
人家不笑你，你还笑别人，这个真的很恐怖。我跟你讲，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是有导演背后那个门里面一直在一个，对啊对啊，有在一个穿红色旗袍的人，这是我们设计的吧？啊，这是我们设计的哈。对的哈，你应该摇头，你说不是，不是没有啊，不是哈。真正的灵异现象发生了，不是啊？可是最后是镜子是为什么一直？因为前面有一个红衣服的非人界的东西挡着，所以你一直丢到他。是不是？哎，我们去那边。其实去啊。那可是后来怎么会知道是这样呢？没有没有没有，他其实是后来是有一个声音啦，就是听那个我们那个结束是要敲完镜子以后要个。你要尖叫昏倒，对，可是他敲了很多次以后，可是我也尖叫，可是都镜子都不破，然后导演就试了好几次，然后镜子当时只有三面镜子，然后试了两次呢，两次镜子都破，然后第三次导演说不能够再不破了，别人试都会破，导演试都会破，你试就不破，就是不破，然后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大概已经三点多，凌晨三四点的时候，然后一打完，然后同时间，然后就咔完了以后，我说导演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刚刚真的很对不起大家，他当时没有很 OK 啊，就一丝 OK 啊。我说没有，我刚才没有叫。可是所有在场人都听到一声女生，是不是？女生的尖叫声。这个timing就对了。你这个故事有在灵异节目上？从来没有。今天都是大揭秘哦。好可怕！我要大便，我很恐怖，我要去大便，我吓死了，我太紧张了。你真是有出息。对呀、啊，上个礼拜首录你也大便，看个鬼故事你也是大便，还好我们第一集如果是首录又有鬼故事，你真的大错，黄蟹，第三个更恐怖，肯定就是我们的压轴，哎呦，超恐怖，压轴哎，请看，林奇威的灵异经验到底多恐怖呢？第三个更恐怖，肯定就是我们的压轴。哎呦，超恐怖，压轴哎！请看，哎呦，多年前的林奇威还是一位学生，为了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他找了很久，最后终于让他找到一间租金便宜的房子。殊不知，这间房间将带给他一段永远无法忘记的恐怖灵异经验。林奇威被这幅令人感到不安的画像突然吓了一大跳，但他只想到房东没有履行打扫的承诺而深感不满，对于这一幅画并没有太在意，但却没有想到这只是要把他拉进恐怖漩涡的小开头而已。竟然是不会出个声哦，想吓死谁啊？你们又没锁，这东西很重哎，放哪？哎，放旁边就好了啦！吓死人了！哎，你这个地方好阴森哦！哎，开玩笑的啦，我先走了。哦，神经病！朋友随口的开玩笑，林奇威并不加以理会，还是继续打扫房间。在经过数小时之后，天色渐暗，而恐怖的危机才正逐渐逼近他。今天就先整理到这吧，去洗澡。啊！怎么倒了？跑出来了。
画像莫名的倒地，让林奇伟感到有些害怕。而到底这幅画的背后隐藏什么样的秘密呢？画仿佛透过各种方法想要传达警讯给林启威，但他却仍然没有察觉。而接下来他将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恐怖危机呢？雷毙了，先去睡觉吧。结束了一个晚上的打扫整理，拖着疲惫身躯的林奇威在洗完澡之后只想立刻倒头就睡，但正当他准备要进入甜美梦乡的时候，却突然感觉到非常的不自在，因为他觉得似乎有人一直盯着他看。哦，奇怪了，房东不是说这床具都是新的吗？怎么那么难睡啊？身躯疲累的林奇威睡得相当不安稳，不断地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觉，一直感到身旁的床是凹陷的，但是每次伸手想要拨开时却都扑了空。到了最后，他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烦耶，烂房子，都几点了，我明天还要上课耶。哦，林奇威再也忍受不了无法安然睡眠的不快，脱口发怒痛骂，但他仍然有感觉到有双锐利的双眼不断地盯着他看。此时，最恐怖的时刻将要来临。这一幕吓得半死的林奇威立刻冲出房门，当晚便入住朋友家，隔天马上退租。后来才知道，原来前屋主是位美术系的学生，他为情所困，往生在这间房间里面。而至今，他仍然相信，当时床上凹陷的位置，也许就是那位女生躺在那里。刚刚说什么？那画中什么一直想要警告着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有吗？有，因为他一直倒下来的意思是要警告你什么？你说现场就有一些奇怪的状况发生了，对不对？有些就是气氛很诡谲，比如说连朋友进来都觉得冷飕飕的、阴阴凉凉的，对对。但是我自己是比较神经大条，不知道。然后那个画，你那个袋子一拉上去，它就是掉下来。你确定你没有睡着吗？我觉得，因为他讲的话太真实了，你知道，就是有人在你旁边讲。等一下，刚刚很多人没有听到那个冒出来那位大学生讲的话，他讲什么？这是我的床，你吵什么吵？很好，这个雷下来太大了啦！前面那个加500，这个加1000。哎呦哇，1500比他1000的头脑还高哎！乱讲，哎。这个很恐怖哎，这根本是我的床，你抢了我的床，你还啰嗦，你还吵。而且他讲话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人家讲话靠很近，有一种喷气的感觉，口气，对，就是凉凉的气这样喷过来说，我的床你吵什么吵？哎，我倒是，他好像真的没有上过灵异节目啊，真的，你有上过吗？没有，因为其实就唯一这个，
我遇到鬼的经验，永生难忘，对我整个人生有很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晚上我都要开灯睡觉。那褪黑激素怎么办呢？褪黑激素，我的妈呀，你这会你又不怕了，还褪黑激素嘞？人命最重要，先把命保住了，才想别的事情。三位里面有一个人说谎。三位女明星带来了自己亲身经历的灵异故事，但其中有一位在说谎，到底是谁在说谎呢？好了，大家把你的牌子都亮出来了。商场女强人目前票数跟那个听不懂她的谎言的林奇薇平手呢，目前同分呢，各得三分呢，同分同分。来 ，NoNo， 是画倒下，什么意思？因为他那个画，他那个画那个女一个女孩子的脸，他把那个。就是一开始先把那个塑胶袋拉下来嘛，一拉的时候，一放的时候又倒下，拿起来的时候他居然没有流鼻血。真的？对。那既然是他灵魂，他就可以呈现出人的一般正常状况。应该是要流鼻血。他倒下去的时候，那个灵魂刚好飘开，他怕流鼻血。他一直在画里面，只有他睡着的时候他从画出来。对，而且他是自画像。就算美术细微，我也不给你对。啊，还有他那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疑点，就是那个大元在洗澡，就是咖太紧。怎么这样啊？我们要讨论是这个女主角什么时候出血针还是怎么样？我羡慕现场的摄影师就可以。二号，第二段哦，完全是设计出来的。镜子没道理，镜子没道理，道理打不破了。OK， 我们知道没有道理，就是没道理才拍，所以才恐怖啊！绿葡萄，刚刚鸡皮疙瘩，还有我身体一直发抖来决定，看到第三个的时候，我是都没有任何反应，所以我觉得一二是真的。来，明道，你们拍戏，我刚本来写二，然后后来又改三，因为那个比较普遍，比较容易想出来这样子的故事，其实有可能。可是听说。跟你一起拍电影的，对，心宇好像有，心宇好像有，就有经验。没有，心宇是因为刚跟我拍完戏，他一直以为我是那个。哦，而且他觉得恐怖的是，他来这边宣传新电影，女鬼还跟着来。刚刚一楼我让我吓一跳，你还吓一跳，他才吓一跳，他根本他吓一跳，他根本不可能写下一这个数字。我觉得正常人啊。如果说已经觉得那幅画很可怕，那会把这幅画就是把它可能反过去啊，或者说把收起来嘛，会丢到外面去嘛。就是海那边就是已经很怕了，还天天这样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一个女生在看我，而且脑子越讲越开心啊，对，很好直率啊。因为其实我是懒得理他了。林奇薇获得四票的最高票数，究竟这三个人当中谁的故事是假的呢？要公布答案喽。三位，哪一位的遇鬼经验是假的？待会儿我们暗场完亮灯的那位就是我们的大说谎家，请看。本身是完全没有这种经验，没有遇到过。等一下，所以我看的都傻了，好可怕。最恐怖是李小晴跟欢欢都是真的。哎呦，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哈，我先坐下来。哎，这里有椅子，哎，评审，我怕你坐，你等一下真的撇大条了，怎么办？这里有椅子，评审，我真的很累，我真的没有力气。肌肉放松。欢欢为什么会看到这些灵异现象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赶快来看看精神科的医师怎么说好了。有些时候，当我们身体比较疲倦，或者是说特别累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像错觉的情形。比方说，有的人会在这个时候感觉到像鬼压床这种将睡未睡的时候意识模糊，可能暂时会有这个状况，或者是容易把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东西看错。我们所谓说像杯弓蛇影这个名词，把一个东西看错，那这个往往我们要优先排除是药物所引起的，或者是有没有其他身体的疾病所引起的。往往排除了这些之后，应该就是一个暂时的状况，通常会自己痊愈，也许多休息就会好一些。而至于丁小琴镜子敲不破的原因，我们也访问到了物理名师，听听看他的说法。那
关于玻璃打不破的原因呢，我分析的因素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可能跟它的敲击位置有关系，如果它敲击的位置呢比较偏边缘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是比较容易破掉的。那如果敲击位置比较偏中间，可能它的力量会整个稀释，所以呢它比较不容易破。那第二个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跟玻璃本身是不是有加杂质有关系。一般我们的工业用玻璃可能会加一些硼这样的化学元素，那这样的玻璃就比较不容易破。